这刚才干啥去了？这么半天，这冷的。他雪去买点水果回来了，这走半天了，反正是。回来了。哎呦我的妈！不是，他跑啥呀？他下去了吧？不是，你还跑啥呀？他得卡着这个洞，雪姐你就是不能磨洞死你。应急反应。那我这不买点甘蔗润润喉咙吗？咱说你买个甘蔗买什么半天？啊，不是，这么老长，车里边能拉下吗？我都扛回来，给我累够呛都。你大棍子腰酸死死人，你们看视频上那个小棍子，可把二三一瘸子两截了。你长这么生猛，你就瘸一下子行了。来，你瘸，给。我看你挺猛，瘸了。咱不使你。哎呦我的妈！小哥，你这身体也不行，这个你都弄不断呢。哟，看我的吧。该说不说，这有事真上啊！那就是脑袋不行，视频里边拍啥都信呢，啊？哎呦我的妈！行了，哎呀！哎呀！